日本体坛出现不少颜值身材兼具的美女，那么你知道他们公认最漂亮的五位女运动员分别是谁吗？首先第五名是我们熟知的日本一姐石川佳纯，她有着清纯动人的脸蛋和纤细的身材，性格温和，还会说一口娴熟普通话，被誉为日乒女神。石川佳纯曾对我国男乒队长马龙方向安许，可惜龙队名彩有主，两人只能说没有缘分了。第四名四原奈生美，她也是曾经一代日乒女神，还与张怡宁做过队友。四原奈生美脸蛋精致，身材性感，喜欢穿着性感暴露的衣服上场打比赛，以至于打球的时候观众都不知道应该看哪里。第三名花滑选手本田真凛，她曾为日本花滑夺得不少荣誉，长得美艳大方，身材凹凸有致，被日本网友誉为是冰上精灵。第二名撑杆跳美女金野美穗，她长相神似女星新垣结衣，一张初恋脸配上性感的马甲线，纤细的大长腿，难怪里约奥运会一出场就惊艳全场，被外媒誉为亚洲最美女运动员。第一名木村沙织，日本排球最出名的女神，她拥有超高的颜值和魔鬼般的傲人身材，一举一动都散发出浓浓的女人味。由于身材发育过猛，她曾吃药进行控制，然而药物也不能控制，最终被迫退役，令人惋惜。那么只有哪位日本女运动员最美呢？